是个好女来的，但是这把是真手腕，然后把它放在调料。其实这次买回来我也是想尝试的吃一个刺身，但是还是有点接受不了，可能再炒一下，料真是好了。但是我告诉我个人保肥，但是这个东西稍微有点小。还是量挺好吃的。因为我的反正还是那个生的时候